台湾好手卢建顺开打，首战安联长春锦标赛，结束了夏威夷的开幕战，冠军老将们回到美国本土，来到佛罗里达珀生老球场。安联长春锦标赛的卫冕冠军是曾经担任美国队莱德杯队长的 Corey Pavin， 去年他在延长赛当中以一记12尺的 Birdie 推杆气走了 Peter Senior， 今年又会爆出什么火花呢？2月9日到2月11日，博斯高球二台安联长春锦标赛